侯佩岑当年以主播出道，因外形甜美可爱受到不少关注，但也被不少网友称作假面甜杏。而近日她也斜杠当起作家，还把新书送给曾经搭档主持过节目的吴淡如。吴淡如也特别分享侯佩岑私下的一面，吴淡如透露两人一起主持时就非常钦佩对方的温柔还有高情商，表示自己真的做不到，同时还特别强调这一切都不是表面的，似乎在帮侯佩岑平反网络上假面甜杏的称号。接着吴淡如也笑说，虽然我也很想像她一样，不过那可能就不是我了。而在书中侯佩岑也写下，想念正在姐身边的日子，珍惜有你，可以看出两人之间的好交情。贴文一出，网友纷纷兴奋直呼好久没看到两人同框，实在好怀念啊。